又改名了，叫 Crystal Valley。好啊，这下面啊，外面也是你的吗？都是。所以那个我虎哥，我原来计划什么呢？弄点红酒，哎，一个红酒一个木盒那种的，加在一起可能就是20块钱美金那种，十几二十块钱美金的。然后呢，来了朋友，签上你的名儿，往那红酒上一签，给你把铁锹，拿一把韭菜种子，你进去找个地方埋了，然后埋了以后，把这韭菜种子撒在旁边种上，哎，到时候好找啊，要不然找不着啊。